什么预算要什么手机啊？我已经在市场了。我买预算就3000多。3000多呀？那128G 的行不行呀？这个无所谓，成色好点的就行。这个没问题，一会儿找到了我打电话给你啊，再联系吧。Hello， 兄弟你好，你这个13 Pro Max 我给你找到了，我给你看一下，给你拿的这个远峰蓝的这个配色，你看看这个小橙色。屏幕都是非常亮的，一点划痕都没有。然后这个边框的话，这里啊，你看能不能看得清？这里的话是有一点点的小小的使用痕迹的。但一般的话，你说咱都带手机壳的使用也不影响哈，主要是屏幕没问题就行。然后咱家这个13 Pro 呢，是需要配合新款 TOP 解锁方式的，实现插卡已经也不会跳激活，你看一下怎么样啊？可以啊，文文。好的好的，那大概什么时候发呀？一会儿晚上我给你拿回去测试一遍，没问题的话我就今天给你发走了。好的好的，谢谢姐。嗨，不客气啊，那挂了啊，拜拜。